好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米虫，已经捉了两只大的，已经摆了差不多3个钟头，现在仲喐紧。佢喺接近差唔多無氧狀態之下，都仲可以維持到咁耐，好難咁得變，生命力都非常之頑強。我諗住測試佢大約幾可唔可以維持到幾日呢個狀態。都冇事，呢啲米蟲生命力咁猛噶，喺啲米度嘔出嚟嘅。依家時間係5月9日，大約去到3日之後再放出嚟，睇下仲喐唔喐。